红衣林子涵。搭配的投手是周广胜。好的，林子涵先生，一样是三分钟的时间，今天这个预赛七位选手只会选出四位晋级明天的总决赛，看谁打得多。那么刚刚的后仰是六支哦，加油啦林子豪选手，准备好了吗？三分钟的时间，中间有一次可以六十秒的暂停机会。好，计时3分钟，开始啦。这一球是界外，这应该是子豪第一次参加全垒打大赛。好，很多内野的球迷现在都已经跑到右外野、左外野来准备接你的全垒打球了。这个一开始总是要快球，改成右外野了。非常深远，看来应该是出去了。现在右外野挤满了人，这一球一样非常的远，上了。好，到目前为止的全垒打都还没有轰出场外，所以都没有额外的加码时间。好，这一球右外野的高飞球，哎呦，居然在标杆前面，我们排在前面给上去了，出去了。全垒打大赛哦，现场的球迷朋友们看的是最过瘾的，而且到现在呢还暂停，暂停，直接暂停，即时毛拳挥棒是蛮累的。好，我们有专属的，好，谢谢，专属的加汗选手，有什么话有什么话对他讲啊？因为我们今天请这个安可来帮他替，就是因为他是替补上去，所以安可有责任。对，有没有什么话跟他讲？对，我想你就专心打就好，因为那边是走模仿路线，你不需要，你专心打好球。我们统一靠你的时候加油。好，统一靠你的时候加油，帮子豪加油。前线太可爱了，还有21秒的休息时间，刚刚好好的做个准备。我想投捕之间也都蛮有默契的，刚才在休息之前我们看到了林子豪选手有非常多的连发全垒打，目前已经累积5支全垒打了。那个时候手感只要一到的话，我就很好。剩下3秒钟的休息时间，好，计时开始。冲起来，这个飞到外太空去了。你会不会这个休息之后腿都没了？还说。因为啊，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手感正好，干嘛要休息？其实连续击球是非常累的，真的非常累。对，好，预备不了，感觉来了。剩下1分钟的时间，越打越扎实，能不能再把全垒打的球累积上去呢？右外野方向非常的高，非常的深远，有没有机会出去？这球有没有？对，不用管有没有出去，赶快击球，就有可能在累积。